好消息，官方又要送两个五星伙伴了。昨天凌晨进行了一次维护更新，新增了几个活动，在右下角出现了伙伴植入，这边做完五天任务活动就可以直接拿到五星伙伴艾斯。这个伙伴可能真的有不少人很想要，毕竟强度确实还不错，大家赶快用这个伙伴搭配其他伙伴们打出更加强力的连招吧。同时还会有新的福利，通过荒岛十度送五星伙伴鲁兹。除此之外，官方还做了一定的其他优化，比如在游戏玩家奖励和体验方面，延长七天任务总共时间，之前还取消扫荡次数限制，增加大部分场景的跳过功能，取消冗余的操作时间，对于双方那都是共利，这个确实好评，各位有空可以上线去做伙伴之路等活动白嫖奖励。